我们来第一了哈，他要求着未婚，哦，那未婚我们就代公司了，就等于多少呢？这是 X 嘛，啊，叫什么呢？叫这个把它看成是 Y， 先对 Y 分的，就是 Y 分之一哈，然后这个多少？这个是log。以此为第一，哦，啊，这是对 y 分的，那 y 再对 x 分 ，y 对 x 分的话就等于，这个对 x 分就等于 cos，然后再把 y 还原，好，哦，这等于那个2+sin(x)， 2/cos(x)， 啊，这个以此为第一。哦，这个是答案。哦，啊，或者是说你把它倒过来，这倒过来它变成什么 ？cos x 2+sin(x)， 然后那个以一为底时，哦，以一为底，哦，这个导数又要变成以一为底时。好，那现在有一个常用的那个微分的，啊，常用的微分哈，我们来看这个常用的微分。这常不是常用，就是那个自然的对数哈，自然对数的微分等于十分之一，啊，这很重要，我这样记起来。啊，这个我们就利用刚刚的公式，刚刚的公式是说，那个哈，以 a 为 x 哈。哦，这个刚刚证明过了，这是 x 分之一，然后这是 log 哈，以 a 为第一，啊，当你那个 a 的话是等于一的时候，这个 ln 事实上是等于 log 哈，以一为第一，哦，这个时候就等于多少呢？哦，就是这个哈，就等于是 s 分之一，然后 log 哈，以一为第一。那就等于十分之一，哦，啊，这个比这个公式更重要，哦，事实上的话要记的话，其实应该要记这个公式，哦，要记这个公式，因为这个公式比较单纯，然后你这个公式记下来的话，这个公式微分就比较容易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用什么？用所谓的那个，换底嘛，换底的话，这个可以把它看是 ln 哈，这是以一为底哈，那就是对数，啊，这是 ln a 这样子，啊，这是常数嘛，所以可以提出来 ln a 分之一，啊 ，dx ln x， 啊，你把这个看成是基本公式，那这是 s 分之一，哦，啊，这 ln a， 啊，如果你要把它换成像这种的话。像原本的那种形式的话，就是 x 分之一，那就 log 以 a 为底呢，那这是一，哦，就把它给那个换底，因为这个是 log 以一为底 a 嘛，啊，它导数就是这个，啊，这个公式呢比这个更基本，啊，比这个更基本。好，再来看例题二。第二，它 y 哈等于 ln，x 呢三次方加一，好，要微分，对 s 微分哈，那对 s 微分我就令这个式记，先对积微分，啊，先对积微分就积分之一 ，s 三次方加一，它再乘以进哈，再对 s 微分就等于三 x 的平方，好的，这个就答案。好，再例题二。好，再来看看这个。好，啊，这里的话有个公式啊，这个公式是说，这个哈，这 s 微分哈 ，ln 哈 ，u 哈，
你就用复合函数的微分法，先对 U 微分 ，ln 哈，先对 U 微分，啊 U 的话再对 S 微分，它就变成 S 分之一，哎 U 分之一了哈 ，U 分之一呢，啊再乘以多少呢？这 du 呢 ，dx， 啊这样，好啊，或者是说，这个 dx 哈 ，ln gx。哦，这 g 的话，事实上这个就是 u 了，这等于多少？这等于那个第二这个是 g x 就 u 嘛，分之一，然后再 g 再对 s 分之一，一样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例题三。哦，这个求这个微分。好，按你用复合函数微分，你就令这个叫 y， 好，这个 ln y 啊，先对 y 微分，就 y 分之一嘛 ，sin x， 然后 y 再对 s 微分，就是 cosine x， 所以这上是等于 cotangent x。好，这例题三。好，再我们看例题四。好，例题四是说 f(x) 哈等于 ln(x) 哈，那我现在对 x 微分，对 x 微分的话，我就先定这个叫 y 的二分之一次方微分，就等于二分之一 y 的什么 ln(x) 哈 ，y 的那个二分之一减一就是负二分之一。再乘以这个 y ln x， 再对 s 分就等于 s 分之一，所以这个事实上就等于二 x 哈 ，ln x 分之一。好，再我们看这个例题。好，例题五他说哈，再微分。这东西啊，你为方便哈，你可以把这个拆成两项。这 d d x 哈，把它拆成两项 ，ln x 加一。好，减掉多少呢？二分之一哈 ，ln x 减二。好，那第一项微分，好，你就把这个看成哈，看成是 y， 我这边能是。这个是加一，然后 y 再对 x 分一，它减掉二分之一，它乘以哈，我要看 y， 先对 y 分，这 y 分之一是 s 分 s 减二分之一，它 y 再对 s 分是一啊，哦，那这样就可以把它合并起来，合并起来是二，这个是加一 ，s 减二，二分之多少呢？这个是两倍的哈 ，x 减二的。减掉 x 加一，往下乘，二 x 加一 ，x 减二，二又减一个 x 啊，负四减一是负，好，再看例六，例六的话，它求这个。好，就是说 ，f(x) 哈等于 ln x 绝对值的微分。啊，这微分的话，我们要现在做讨论哈。就是说这微分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哦，这个是这一定是正的嘛？就是说 ln x 哈 ，x 呢大于零的时候 ，x 等于零的话呢，这个没有意义啊。哦，这个增数不能等于零。好，那这等到等于是 ln 哈，负 x， 这是 x 小于零的时候。好，那我就给它微分。微分以后哈，等于多少呢？如果它 x 大于零的话哈，就等于 x 分之一啊。如
如果是小于0的话，哈，用负函数 n， 这看成 y， 就 y 分之一，啊乘以啊这个 y 再对 s 分 n 叫负一，把这 x 的连都是小于零，所以得到什么呢？得到 s 分之一，当 x 大于0的时候 ，x 分之一，当 x 小于0的时候，所以呢这个东西绝对值哈，你把它取绝对值微分以后，就等于这个，也就得到结论是这样子。这是 x 分之一，那 x 不能等于0。